他们这趟回来，应该是来结婚的吧？雨荨，我说认真的，不管你未来想做什么事情，有什么目标，你都可以把我算在里面。我没开玩笑，我说话算话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啦？你是不是又有东西没有拿啊？出来到现在还习惯吗？朱韵她刚从我这儿走，她应该不知道。你不打算见见她？不见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有其他事儿。什么事儿？ 还记得咱们那个时候在酒吧说过的话吗？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青红乐队。投吗？你投资了我们，你就是我们老板。乐队以后就有你的股份了。乐队以后有了收益，就按说好的倍率还给你啊。你是来要钱的。你来这找我是找我要钱的、啊？是。我说李勋同学，你跟高建宏的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，马上财富榜上也有你的名字了，你居然在意我这点小钱？是钱谁不要？行。但别让朱韵知道也行，别打扰她的幸福了。那个田秋竹你还记得吧？她这次陪朱韵一起回来的。不信啊？他们这趟回来，应该是来结婚的吧？ 说完了吗？我的钱都不在我这儿，你给我报个数呗。明天我让人转给你。不送了。雨荨，我说认真的，不管你未来想做什么事情，有什么目标，你都可以把我算在里面。 我没开玩笑，我说话算话。我知道了。